同学抓紧时间准备了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看他，穿的什么呀？这是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怎么穿成这样？身材都不行啊。赵强，谁是赵强啊？你外卖到了，快点出来取。别吵，这可是省运动会的校内选拔，张小强正在那准备跑400米呢。到底哪个是他呀？3079啊，那儿呢？我可跟你说啊，他可是我们校内400米纪录的保持者，他这次可卯足了劲要破他自己的纪录呢。准没工夫搭理你。切，这不还没跑呢吗？各就各位。赵强，你拿了外卖再跑啊，我这超时扣钱呢。预备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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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弹跳力爆发力绝对是前锋的好苗子啊。还好没超时啊。恭喜啊，应该破纪录了吧，记得给好评啊。嘿，太厉害了，可以啊。同学，有兴趣参加篮球社吗？有钱拿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没兴趣。美女，赚钱可以找我，打篮球还是算了。没必要拒绝的这么果断吧。喵咖咖啡馆，凌炫。